哎，大家好，这是 Linux 为大家带来原神的游戏视频。现在呢，是我们在做，也不是海灯节，叫什么？逐月节。逐月节应该算第前三分之一的东西，给我感觉好像就是，我看他这个任务是3天后，然后还有一个7天后。这边现在做的应该算是第一天吧，刷新的这么一个料理，然后这边这个。寻宝的东西是上一期应该是花了1期，现在呢应该是还有一个感觉上应该是杀怪的一个任务，但这边我看它有一个什么守护这个东西我不太清楚，就是对战斗有多大帮助，但是我主要是5道美食后是有些奖励，我觉得是可以弄一弄，看一个吃虎鱼，一个摩拉肉。杏仁豆腐给一个，我需要一个水晶虾，一个金丝虾，还有一个魔加肉。个水晶虾，哦，行秋的特殊料理，这东西我都没有做过。暴击一下，水晶虾恢复生命上限，然后加一个 hot，好吧。材料是什么？这么多虾，这虾好像是可以买，这个可以买，这个要自己挖。水晶虾还有什么？摩拉肉，摩拉肉是凝光的特殊料理。普通的摩拉肉，哦，复活，这就是那个煎蛋。面粉需要自己加工，肉是野外打。这可以买吗？这可以买。还要，忘记了，先把这个给它上交了。这个的守护什么东西是每一个东西不同？我猜是不同。哦，这个克星喜欢的那个东西，这个是不是我猜是盘岩之路、幽风之路？它是根据地区不一样，这类似于是这些都是里约料理。哦，我突然想起来了，吃虎鱼好像是克星的特殊料理。我记得之前他过生日好像是给了一个那个东西，我记得我印象还比较深刻，他好像是用他那个发卡还是什么东西是。弄成了一个东西，金丝虾球，总之可以看一看。吃虎鱼，我身上有特殊的那个东西吗？我不太清楚，这个东西往往就是你想做的时候，反倒是做不到。不过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是稍微的多做几个，因为我记得好像到期的那个日常任务有一个。人一直管你要，就是好像说是什么家乡料理，哦，好像我记得当时里边那个鱼这个东西，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东西就是吃虎鱼，总之做一些这个东西，我包括我兜里好像有好多这个什么杏仁豆腐，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个药店那个人，他说不想吃药。然后一直要管他用杏仁豆腐，所以我也是做了好多。金丝虾球，这东西有人有特殊料理吗？好像都没有做过，这是干什么用的？恢复生命值。
这么想的话，璃月料理这个雪山料理，我只记得好像有一个什么热汤，别的就没有印象了。不对，应该是这料理有了。这么着，天王挑战，追踪。可能从那个山上过来吧，山上觉得飞起来可能更方便一些。水たまりを踏んでみよう。どっちが大きな水しぶきを飛ばせるかな。这么飞。一共强大的助力，这个都强大吗？没感觉出来。两个首领，好吧。沿着增援呢？刚才我看错了，怎么看的是说什么敌人有增援？是什么？哦，可以调查下一个敌人。我传过去不好吗？这个是，他是算第二个吗？第二个了，就所有都是低于生命值的时候恢复生命是吗？好吧，我以为这个什么特殊规则会每个营地它会至少会变一变。这边什么史莱姆？弄个，怎么朝右边瞄着？哦。この仕事は排除するべきですね。不要摄像机，让我自由的转动一下。这地儿可能比较高，这次我自己跟着它飞过去吧，我自己走了。为什么绕了一圈飞过来的？不能直着飞吗？足元に気をつけて。逃げようなん。はじけろ。どうだ。相手を間違えたら。ここだよ。風だ。一緒に遊ぼうよ。高速決定。这个箱子是给什么东西？十个原石？哦，摩拉跟什么繁荣？好吧。
我觉得我就不用它这个封场了，没有感觉，没有什么帮助，还不如自己传送要方便。这个东西。我没想到这玩意儿能挖上来。往回走，我记得中间是可以走的吧？有浅滩。よいしょ。这么多人。逃げようなんて思わないでよね。風雪の宿分部外者よいボンボン爆弾、はい、足元に気をつけ。怎么这么多的木桩呢？这是什么效果？我召喚化粧。我以为这个丘丘萨满晕过去了。这个就有点远了，可以用一下这个东西了。封场了。这个东西好吧。哦，完成了，当前的已经追溯完毕。为什么叫追溯完毕？这是一个什么意思？三天后解锁，这个倒是非常的简单暴力嘛。总之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模式，就是随便打打怪，给你一些奖励。给钱跟书我都没有特别在意，这是什么东西啊？好像都有钱，然后第二个奖励会再变。哦，最后给一个这个东西。感觉敌人应该不是那种特别强，就是像什么螺旋里那种那么强度的敌人应该不是，所以说我感觉他那个什么料理的那个东西也不是说是特别，就是一定是必须的。哇，这就已经是550了。这个有给过节庆热度吗？这个没有给，就等于是
我感觉三天后应该是可以把这个就解锁了。这边如果是550的话，当然不太清楚。我这边这个任务做的时候应该是从零开始的吧？如果这边直接到了550，其实热度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第二个东西，他可能给的这个热度会比较少，也是有可能。哦，这边有个鱼可以看一看。我觉得可以给早幼呢，他拿的应该会稍微模型的那个会小一点。哦，强化哦，这个武器相当于是有加成是吧？就等于是这个精炼应该会精炼满，会变成24的伤害跟200的额外攻击。但这个第二个属性我觉得真的是它主要是一个不可控的一个东西，虽然说伤害还算是比较可观吧。这个是吗？100的额外伤害15秒触发一次。那个精炼的东西呢？这是精炼一阶。我怎么感觉这个我要是精炼满应该是480的是额外伤害。这虽然说是 50% 概率，但是你随便一个角色你输出的时候这个还算是很好触发的，它并不是说是 5% 的几率。把这个弄了，强化是 1.5 倍，这个武器强化是要什么突破呢？这个东西我都不太清楚我的材料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估计可能要去就是要去再 farm 一些。39个这东西反正是 1.5 倍，所以说就突一下。这边突到60级是嘴里多了个珠子，这个就不够了。看一下这个剑，其实我是感觉一般，但是现在反正是便宜。我双手剑应该是没有什么，我好像就没有练特别练双手剑的角色。这个元素爆发的话我感觉上北斗应该是不错，但是我这边已经有5星武器了，所以我不太觉得一个4星虽然说是5阶的武器，我不太清楚它能比一个5星武器还要强。毕竟攻击力这个东西在674的基础攻击力还是很高，我感觉上可能我小号上没有这个天空之钥，可以是给小号的北斗士相当于是把那个鱼换上，但是感觉其实这个武器我是觉得很厉害，它是纯是加的是伤害，一共叠5层，这个我直接就是精炼到5阶了已经。我现在我是没有练，是因为我完全是我感觉上就是没有必要，我主要的输出不是说是靠这个大剑来的，但是说真的是感觉上整个类似于器型武器里吧，我觉得属性应该是最好的。5层的话是50%的一个就是纯伤害，
不是说是攻击力，就是伤害提高50%。也是感觉好怪，这个武器，其实我现在想想都不太觉得，你除非就是连这个即兴武器都没有，可能可以试一试。它不是暴击率啊，如果你这个属性它的副属性给改一个什么，就是攻击力的，我觉得倒还好，主要是一个攻击力的就有点，这还很恶心。它属于我看这个属性这边应该属于这种基础攻击超低，然后这个加的多的，等于是那个什么云铁的东西不够了，我估计啊，其实没有，可以去看一看。我可以合的，我并不一定是到时候再去打，如果可以合的话，他现在是在打折 1.5 倍，我可以是把它铺到80级，我需要5个这个东西是吧。这是武器突破，像是狗，这个图好像是莫拿来加成。史莱姆都不够了。七是8个，这个反正就是很便宜，所以说升一下。2个这个东西等于是要，就是3个一盒嘛，等于是要6个那个东西。刚才好像是我一共能合10个，我合了5个，这应该是不够了，可能是他能拿在低级的盒，但是我不太清楚这个低级的东西够不够。估计就我就先屏幕上就不动了，这个东西反正是现在活动的武器，打折的话弄一下。打。这个我怎么看着这个早优的武器是这么短吗？怎么感觉他使别的武器要长一点？是这个西风剑太长了吗？好像西风剑更长一些。我站在这个起跑线上，往前挥一下，跑到了这个后边。看着就是，就反正就是奇怪。任务的目标は。迪卢克伦感觉就更蠢了。哇，这个要是我放完大之后，迪卢克的这个鱼会着火是吗？变成烤鱼了。雷泽放完大之后，好像他的平砍动作应该是没有变。
摇摇滚的时候，相当于是武器是看不见。哎呀，元素爆发，我能想到就是北斗跟还有谁是元素爆发？尤拉的那个元素爆发。这个属性真的好怪。不管了，我估计这个武器就先这个样子了，不动了。反正现在应该是这个东西应该是做完了。这期呢是有一些时间，这两个东西我之前我是在看，好像是神里家。神里家的这个周长，我觉得应该是还有一些任务，主要是这个浅濑神社之前不是录这东西录完了，所以说就是没的，他搬一个任务也是没的录。我估计现在正好是有一些其他的活动，估计可能是再把这个任务线是再做一做。估计好像这个隔了将近一个礼拜我都是没法做不了，因为他就是一个，好像当时上一个礼拜应该是一直在做那个什么浮游灵的一个探索，然后那个东西也是没什么东西，没什么内容。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好像就是每天它更新一个，也是没什么内容。那估计录一录吧。这边我现在想起来，好像是之前是找一个人帮我去运一块大石头在雕像，一点儿不像。每次看到变得更像了一点，然后好像就是一点一点在雕。报酬。将鱼肉带给大岛纯平是这个什么？哇！哦，这是有点样子，但是还没有雕完是吧？连续几天都是在吃鱼，好吧，要完这个东西就变成猫了是吗？所以下一个任务是帮你做饭。为什么要瘦肉？你不是管我要菜，自己要做？还是你要生吃？神社食堂有意思，我猜这个任务反正肯定是还有后续，至少是要等这个人把这个雕像雕完。应该是没有新的对话，那估计就这个样子了。现在应该是这个任务，估计现在应该是没有什么内容，之后的话等于是再有的逐月节吧，逐月节应该是三天后，它会开启新的内容的话，我把那个东西录完之后，那是再把这个琴子任务做一做。现在应该是没有新内容了，现在呢是这周的这个周长还没有做，我估计就是反正在屏幕上录做，大家是可以选择性观看。这边我的这个声望应该是快齐了，这边一些东西。我之前是在做这个神明的任务的时候，是发现好像这个人他好像是有三个神社需要你供奉吧。我记得当时供奉的时候是，就是我一直在选择不同的神社，然后选不同选项，供多了之后发现那个
人 NPC 头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叹号，然后消失了。之后是才发现，就是他这个任务实际上是，好像就是通过日常，你需要不停的做日常才会能解锁后续。嗯，这个队伍有点。哦，等级倒是并不会说死的特别惨，那我估计还是换一个更适合的。总之就是现在我发现这边应该是到期吧，到期的日常什么的是还有些任务实际上是可以去解锁，现在也是慢慢的在解锁，估计等那些任务都攒的差不多了，可能是留一期把那些现在是日常解锁任务给它做出来。这个是好像就是委托，不是那个讨伐的吧，是居民委托。風だ。風雪の縮図。ボンボン爆弾。勝つぞ。不掉东西。这个东西有种子吗？看这个样子好像这周是声望是到不满。九条正人怎么感觉这个名字听着挺耳熟的。就你一个人吗？お主でこの方のバネさ。リオナの特製。ここだよ。逃げようなんて思わないでよね。部外者禁止。ここだ。为什么到最后突然刷出一帮人来？这是什么情况？走るより飛ぶ方が早いよ。到期的任务基本上反正每周我都是这么做，可能感觉比较无聊吧，但是我感觉上相比之前的就是那种你需要满图不停的去找三个线索然后再去把这个怪刷出来，感觉比
第一次做的时候可能感觉上还行，但是你做了至少把这个声望要是说刷到十级的话，真的就是做到后期就会显得很没有意思。这个人又要这么多萝卜，之前好像要是白萝卜，这次改成胡萝卜了。所以早又是不喜欢吃胡萝卜吗？还是说胡萝卜可以长高，这个人才让早又来吃的？免疫是什么东西？这等于是差100点。如果我把这些任务都做了的话，拥有6个，好像倒是够。但这些任务可以刷出来吗？不太清楚。感觉上好多像那什么肥料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好像就是你要做好多日常，把这些好像类似于是结局都解锁之后，它才能有后续。这边感觉上，我估计可能如果你知道怎么做的话，可以是有意识的把这些任务给刷出来。但是现在，我是好像是做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是给那个孩子他供奉那个神社，我是无意间刷出来之后是才意识到说是这个任务是需要我去有意识的去做，就是触发才会才会给解锁。新的任务，这个任务总之可能我是怕忘记，就是给他先哦，肥料推销员我是解锁了，总之就是我要先攒着吧。现在是3个任务，好像我需要至少5个任务才可以把那个就是这边的城市声望刷满，所以说我感觉上这一周可能是不太可能了，就先这个样子了。之后的东西现在应该是这个逐月节应该是在做的，之后解锁应该是3天后。别的东西呢，上个礼拜应该是没有录，应该是这个福林的东西是实在没得录。别的这些应该是做完了，这个是没有用，这个应该是有打过。至少现在的这个 2.1 版本的活动应该是这么多。当然现在他是说游戏好像说是这边是游戏1周年，是也是有刚刚还有一个什么剧场版那个东西，我不太清楚他会不会是就是再有一些其他的额外活动，如果有的话呢我是更喜欢，至少是可以是多录一些东西，如果是没有的话呢估计就是慢慢来吧。这边毕竟这个每个版本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就是一个更新的话得打起来很爽，但是一旦东西没的话就又是开始在这边没事耗着。这边我怎么看好像
那是我往这个石头上踩了个脚印出来吗？好像踩了一个脚印出来啊。总之一个很随机的，这边又踩出来一个来。总之就这个样子了，这期呢也是相当喜欢，让我们下期见。